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白郎君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这个无视智商。上一集结束之后呢，全已经进入了这个，最后的大决战。日本正式分成两块势力，佐木跟尊皇派。那么我们尊皇派的大佬家，也就是萨摩藩呢？现在正要开始我们在这个本周的这个攻略公路，这个叫做什么，在本周的一个扫荡啊，我们要一路从这个本周的尾巴这个中国地带啊，一路扫到关西去啊。那到关西这边跟我们的一个岛津胜龙所率领的千千峰部队会合啊。那前面我们也摆了一大堆的忍者，虽然很多都是我们偷来的，是吧。好，来开摇。好的，那么看一下出云这边啊，出云的民众感觉好像还不错，那么我们感觉是可以先去偷袭对方的部队。不过仔细想想看，好像有点冒险啊！如果对啊，就这样贸然出动的话，很可能我的部队会先冻死。因此呢，我觉得我要先逃，先守株待兔一下下。打嗝了。又打了一个嗝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的海军的部分呢？其实我有点忘记了，我们上次到底玩到哪里去？哎呀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波德也围上，我把它放在竹子这边啊，准备登上我们的军舰前往他是要去哪里呢啊？当初想好像是要把它载去四国，后来想说四国没用了，所以我后来是想要把它载去到这个能登半岛。能登这块小小突出的地方，发现是个非常好的战略地点，因此呢，我要直接去占领能登。然后哇塞，佐渡藩的大军啊，自从打下了加贺之后，他这个大军就在加贺这边混来混去的，我一直想要打又打不下来。改天一定要发动一个这个硫磺岛登陆战，佐渡岛登陆战是吧，一路把佐渡藩给歼灭掉啊。哈，好，那么我们这回合就先这样子结束吧。到目前这边还是都是个非常混乱的战况，锦西凡目前也是归在这边。对了，锦西凡取代了惠金凡，成为了这个佐木凡的最大宗，所以开战之后，我们的主要敌人居然是锦西凡的，好吧。OK， 人数到场。哇，他们包围了尾张啊！他们包围了尾张，看来秦西凡虽然说目前被拆成两块，但是还是不能够轻忽他们的实力。不过在这个中国地带的这些小国家小凡啊，我认为是不需要担心的。他砍了我的铁匠铺。我觉得在中国这些的中国地区的这些小凡是不需要担心的啊，我们应该轻轻松松就可以把他们给解决掉。好的，那惠金凡的军舰又绕过了我的军舰，去封我的这个贸易路线，他们就是要实施这种经济制裁啊，经济制裁。真该死，他们都无视于我的军舰。Fuck！ 等一下下了，不要了，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啊？OK， 他又轰炸了我的港口。这群家伙太过分了，这个
Master, one of our sea trade routes is under attack from an enemy fleet. Without intervention, they will continue to raid and take our goods and income for themselves.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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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 还有呢？就这里，破袭部队，他妈以为我好惹的。好，那么刚刚上一个回合结束之后，对方对我们进行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轰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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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他们居然在这里囤了军队。Fuck！ 那 is impossible, sir. Why is impossible?我要怎么守啊？我应该要守在这边，是不是？我应该把我的舰队住在这边，对不对？那他们一直逃也不是办法啊。可是真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挡住的。哎，这里可以吗？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应该可以完全封住吧。我が方の仰せのままに。潮の流れを待ちます。いざ攻めろ。帝のために。殿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そご命令を。帝にお使いできて光栄。帝にお使いできて嬉しいございます。全速前進。帝のために。殿の名のもとに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哪里受到的损害呢？哎呦，さらなるご命令は。哇塞，是群混蛋！让他们先在这里消他们的兵力，我就不信，我就不信他们不会自己走掉。张明凡最后的一块地，想想看啊，啊，我不应该破袭啊，我应该让这个菜鸟去练等的。哎，你好，破袭成功哎！天哪，这个很猛哎！45% 的几率能够成功，在这个游戏里面算是一个超级低的几率，超级低的概率这样子。好，若霞目前是我们的根据地啊，这个在关西一带的那个前锋根据地啊，这样子啊。哎，加铁骑不能再造了。哎，开阳骑不能再造了。哎，哇塞！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开阳骑跟加铁骑有那个。不知道原来他们有真木上线。Ah, shit.
のために。目前我们需要用到所有的军队，所有的事务官，所有的军队啊。冰枪骑兵队是不需要骑啦，目前可能要研发那个火力压制吧。Oh shit， 敲到 ，Sorry。城内的部队还有城外的部队，我看看啊，城内应该不需要用到这个鬼东西吧，然后这个东西当然要多一点。好，哎呀，佐贺藩果然还是有在做事的啊。会不会我打太慢，结果四国被丸龟反震下来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啊，他们要去包围我的港口了。你看看这群厚颜无耻之人。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真是麻烦啊，我们的财力下降了大概7000元，下个回合原本我们大概可以赚3万元吧，好像不止了1万元呢。危险了。
進。私の役目は全軍の統率であります。帝のために。这样子大概能够涵盖这整个范围了吧，应该没有人可以从我这边逃跑吧。原速前進。哦，就在这边设埋伏，看那个白痴会撞上来。刀港之多，长门，石剑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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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厚颜无耻，不代表我也要厚颜无耻。不想理他。挂了，我们的将军好像挂了。哇塞，大军压境啊！这开局对我们很不利啊！萨摩也被一直被轰炸，我们跟外国人的非常重要的贸易航路都被他们封锁了。还好我当初有多盖一点那个商港，
はあ、お、お、反击、死掉了。耶、你他妈的以为你很屌吗？我就告诉你什么才叫最屌的，好不好？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招待。我们是以那个远距离为主嘛，那我们就等晴天。哇！哇塞！我干到他们的精锐武士队！Shit, mate. 挖到宝啦！Prepare to attack, sir.
山々も恐れをなして震えておりますぞ。一人残らず倒そうぞ。滅ぼそうぞ。ご命令をお待ち申し上げます。ここを拙者の命令を。拙者の命令は誰か。公武士队摆前面啊，枪兵队摆中间，商议队摆后排，应征步兵、应征枪兵摆后排，将骑兵队在前。哇，刚被近距离开炮了。没得末代武士吗？这个
这完全是末代武士啊！啊，三一队。军队的那个烟雾大起，嘟嘟嘟嘟嘟嘟三小嘟嘟。OK， 好，我的录影程式没有跳掉，太好太好。哇，损失一个两个仗义队跟一个应征步兵队，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死光了。然后我还保有一个部队的实力，这也算是大获全胜。
但是记得要撤回来啊。到着しました。私の力がご利用で、戦のことなどすっかり忘れるに決まっております。いつでもご命令を。将軍様のために。这个大问题啊，我不能够这样的话，我不能理他们，我就不能够轻易的跟他们开战，因为这个部队他有点，他们的实力有点强，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看到对方的主力部队，都只有看到一些应征步兵队而已。难道他们在隐藏实力？噔噔噔，阴谋论。ただいま参上。殿、お呼びでして大いなる痛手を。帝のために。お抹茶を振ってまいります。これ以上進めません。封顶了。我想我可以，其实我可以走这一边，哎，不对，这边其实被山给封住了，所以要走到阴凡到淡马，只有这边有路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刚好会跟美座相冲突，因此呢，北中跟北侯要先打下来。哇，这地图的设计真的是很伤脑筋啊！哎，看看哦，现在已经10分钟了。好吧，那么这集的武士之殇差不多先就拍到这边，下一集看会有什么进展吧。下一集之后冬天就会结束了，我们的正式进攻就会展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南部围住。